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人类继续向海洋里倾倒塑料垃圾，那么到了2050年，全球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可能比鱼类还要多。在此，我加入联合国环境署和界面新闻共同发起的为海洋发声公益活动，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，还所有海洋生物一个纯净的蓝色家园，清洁海洋，从我做起。